子宫颈抹片新观念，曾有性行为就要检查。子宫颈癌是人类乳头病毒造成，一般透过性行为传染。70多岁的老太太，她的媳妇突然发现妈妈的内裤上有点血丝，我就说多久没做抹片？她说10多年，性生活就要做抹片。她说我没有性生活，检查我说第二期 B 子宫颈烂掉，摩擦到阴道壁，超过能开的地步。当年的病毒发生在10年之后，所以其实是凡曾经有性生活，是就要抹片了。周六周日下午5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